需要看相或者批解八字，私信老师即可。在相书上有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，说的就是男人的手掌就像是馒头一样，而女人的手掌就算像是柴火一样，手指关节清晰可见。有这两个特征的男女天生富贵，在事业上非常容易获得好的发展，事业红火，抓财如炬，手握财富，这样的手也被称之为好手。但若是男人的手指发财僵硬，手指关节不能弯曲，而女人的手指粗糙没有光泽，则这样的手属于劳碌手，别指望他们能够发家致富，能够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，就是已经非常不错的事情了。所以看一个人的日后的发展，手就有巨大的辅助作用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